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 第二三，那我们继续来玩《猫头鹰不累》。昨天我们把成功下了嘛，主领主大厅长怎样？哇，这么多女人哦！哇，他看到我低头，屌嘞！哎，每次都要重新低头是不是？这些过不久应该都会自己流放了，我猜的啦。你想错了。嗯哼，这么无耻、啊！嗯，对，无耻一点。干，我失去荣誉了。好了。这样好不好？都放走，都放走，赶快滚！好不好？都回家。这好像长得很像那个……奇怪，你们有地方可以去吗？我真的很好奇，他妈的！你们都被我打下来了，你们还有地方可以去？你们家都已经爆了，你知道吗？40、28，我这把剑，这两把不太一样。这我喜欢。哦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有没有搞错啊？好吧，反正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就好了。来看一下这个城堡。哇 ，nice！ 干这个剑，说实在的，比刚刚那个。等一下换回来，这就是我的城堡 ，nice， 这样就对了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也没人啊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都回家哦 ，good。那我卖掉啊。基本上我不喜欢存东西，生锈的这个还不错。看一下部队，感觉有力量9的，我看你的。一定有的。话说我们。嘛，上面无法使用，跟我想的一样，因为那先给你，都只有弩箭，嘛上面不能使用没关系啊，工程用啊，对啊，减二伤害又怎样？哇，55次，哦哟。哦呦！哦，弩就29发，他妈的！
部队技能都是靠腰嘞，是这样，就我一个人了。其实说实在，他们的工资很便宜，0块钱。一个哨塔要7000元。不要，太贵了。准备休息一下。我的村庄在这里。这样，雷恩低保不是我的吗？我陷入包围。这样，你们是哪一个国？刚刚想打我，黄色的。很多人吗？8个。没有你，你他妈的一定要现在打吗？干，我才刚攻下来。对啊，而且我兵力不多。我靠！没事过来就抄我家。我知道，我等一下去打。我先来想办法升部队，不然的话危险，他们要打过来了。我昨天想到的是我想要，不是。略微提高移动速度，这样好啊。他们围城应该还要一段时间，我应该还有时间可以招兵，应该还有一段时间。拜托，斯瓦迪亚王国。看到他离开了，超好战力说，干，对啊，而且，那白痴哦，就是，怎么讲，才刚占领而已，然后。一模一样。小白痴啊，你现在这时候抛弃我干嘛？他妈的，敌人要打过来。
傻傻的。你说很快想要很快见到我是不是？你超级快就要见到我了。你现在被打、啊，而且你那封地竟然不封给我啊！这样我要找谁？我唯一能开战的就只有黄色这一个国家，因为我们，哇，这样我又要攻下一座城，靠呀！我昨天还很高兴，线路包围是多少个人包围你？我来救你了。这样，干！我不见得打得赢你。嗯，骑射手啊，说实在，骑射手二十个，骑射手二十个麻烦。不是，不是说打不打得赢，就是干一直跑来跑去很麻烦。你有没有骑来骑去射来射去的？很好，不要射啊！我也不希望你射。对，因为这样子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。我已经沾满鲜血，戳啊！骑射手是我最……最不想要打的，因为打赖跑很浪费时间哦，说实在的。很好，还有吗？这很笨，黄金链的屁用，你现在没钱。刚刚他说佣兵升级成了佣兵骑兵，我靠！对，昨天我要讲就是说，你看，你一个新兵要变民兵，才可以变射手，所以我想说招募这种有名字的多一点，全部都给他拿弓箭。哇，你也太扯了！哇，大砍刀算了。说实在的，我终于有了。这个剑，哦，不管，先拿。感觉突然快没钱。愧金粮，他们在围城嘛，所以，哦，
打起来！九个，那是我的兵呢。我们来看看晚上工程。哦，刚打下来的盟军，你就要打。弓箭手在吗？一只。真的假的？那其他是什么？步兵。随意射击。啊，完了，他们。挡着啊！不要让他们出来、啊。他们有七级的干，这样砍就对了。全部人冲啊！全部人冲，他们才不会后退，这样大家就是要卡在这边干。因为我们优势就有干，为什么要往后退？往前卡就对了。干好爽，他妈都是切肉的。还有吗？嗯？这是 bug 吗？哦，因为如果你家门全部冲，就是。冲了，他们进来就冲就对了。叫他们不要动好了。来来来，出去一下，救过啊！有没有要冲啊？对面的，为什么不冲呢？哦呦，抱歉，我现在晚上。感觉有点位置性。这位女士呢，昨天跟着我冒险，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，不过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很好玩，所以她的城堡我就是有义务要来帮她守的。所以这种哦，我们爬不上去，只有我可以而已。干，那你们也不上来，妈是怎样 bug 呢？对，这种时候就对了。他们等一下就莫名其妙就上来了，可能就卡住了吧。啊，上来上来，一只而已，等一下就挂了。干，好快，妈秒杀！那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疏通了没有？
我那边有兵哦，好帅。还有，人家新兵很浪费哦，因为你看哦，打完一场，然后新兵顶多升民兵而已，真的很浪费。他们冲不上来，我旁边那边有狙击手，最沉最爽就是那旁边，弓箭手雇用多一点，他们就会在那边射。算了，他迟早都会被射死。奇怪咧，我打的时候就不会卡住，你们要来打的时候他妈就卡在那边这样。这样好好守，他妈的，对啊，这个城。三个被杀而已。干。哦耶，换个头盔。也没什么好换的。手套我再买就好啦。还有吗？等一下进去看。现在我觉得你们真的还蛮废的，硬一点啊。你可以拿弩吗？不行，你换这个。其实蛮硬的嘞。对，就你新来的。不要再穿贵族服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不会这个城是我的吧？那那位女士，因为怎么讲，村庄感觉又不太像是我的。哎呦，
真的是我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要帮他复兴王位的话，可是如果你不帮他的城，其实也快被攻下来，其实好像也没意义啊，帮一下也没关系啊。跟他短暂的相遇，你刚打我，没关系。哦，shit，歪掉。算了，无所谓了，想到再弄就好了。现在要过着那个为钱而生活的那个，对哦，去酒馆卖一下那个。哇，这你们酒馆。没有奴隶贩子。这附近还有什么大臣？有一个，等下去。干。现在商队你们加了，我都抢了。不管了，跟荣誉没有什么关系。记得好像刚是你们国家打我的，啊？对了，我就是要抢，没看错。看一下我新装备，干我脸妈长这样，欸，下坡欸，不能冲。无眼，为什么下路不能冲？给对方72点，哎，好硬哦你们！72通常照理来说就死掉说。就是要跑的意思哦。干我妈中毛了！现在不管那么多了，我觉得弓箭好像比较好。对，说实在的，然后盾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用，那我就。个人比较喜欢弩啦，没有用过弓箭的，弄弄看啊。现在刚刚我要去哪里？对。他们这城堡怎么这么多这个啊？应该是占领的吧？这种主要城镇怎么那么多啊？
去这里逛一下。他们城堡长得比较好看而已，也算小城那样，对，不算很大城，像这种自然大的，它才是。这棋子我的。那你在哪里？干，你这油厂打不完嘞！你不知道我从这边赶过去很快吗？看，我只是在卖人头而已，你看。我靠！我靠！不是夫人，夫人，城堡被打了。我跟你的关系已经够了吧？干斯瓦迪亚重骑兵呢、欸？夫人跟着我就对了，我的城堡被打了，而且你也很怪，你这样干嘛不守？啊？破坏，掠夺中。你的精兵怎么样？我们储存，我们打出去一波啊。等着你来打了啦。参加战斗啊！你100打299，你真的他妈很敢。应该是有丢到被他们挡下来。看一下射手，啊，韩佐，不要冲！射手，你不要冲！我最讨厌他们射手，妈冲过！被他们隔挡，
他们射什么，放在旁边就射爆他们了。这种骑士是最好，就是进来杀射。我换短剑。他们还剩多少？记得叫你的那个弓箭手，就是在原地待命就对了。有我在扛，我是没在扛。只是他妈这边太急，你看我打不进来就是长这样。哎，干，个人是这样，啊，处理一下。还有吗？哇，打那么红啊！哎，干，你知道哪？对啊，穿透了，干，让你命中，他妈的！干，这城堡真的超好守的。对啊，很靠腰，我这个不是。欸，这谁？嗯，他要加入我的部队，我干 ！Holy shit！ 嗯，干，这时候当然直接去打一个啊，而且加我的还可以82个，而且吃我的粮，不吃我的粮食。夫人已经不归我管了，干，装备要还我。哎，夫人又不见了，很神秘耶哦。真的很难追踪啊哈哟。嗯？哦，现在我的哦，
我懂了，我可以征召他们来打战。我懂了，看到他走在路上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你不是被灭了吗？奴隶贩子，哎。太贵，太贵了。你看，也就是说，他们，啊，你刚刚直进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他妈一直打我，打什么意思？我人头都还没卖掉哟，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？干，我是想在卖人头啊，快没钱了，一直打你们，没什么意义啊，你们太好打了。前往雷恩迪堡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可以先把这些放着。啊，那也不对啊，因为你放着啊，有一天遇到要卖的时候怎么办？等下，你们的兵哪来的啊？我说实在的，你们兵哪来的啊？越打越扯欸。Shit，94打960。我先叫所有的射手。不用，我倒不如觉得我们还不如去野外直接开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干屁呀！干这样才对嘛！81人，干刚那是怎样？他写96，战场优势，啊、靠呗！最讨厌这。
干，我完了，我觉得我会失手。他们这一次伯爵全部征召过来，真的很麻烦。干！干！全部人他妈冲啊！妈不卡在这边干，我们会死啊！对啊，然后他们又 bug 了，很奇怪，我的兵打的时候，你他妈的都会上得来。结果你的兵来就他妈的 bug， 我想看看你们800多个人死掉的经验值是多少。哦，他的盾牌，哦，哦，这一只有问题。还有吗？酋长被我击晕了。哇，他们又来了，干！干，他们很卡欸，上来啊，全部一直上来啊，干！显然你们弓箭手还比较多欸。这个楼梯一直卡住是这样。你看啊，如果我们弓箭手战略优势很多的话，干光那边就把他们射爆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卡在那边就死光了。我操！来，零发，去。怎么不上来呢？嗯、啊，我也跳不出去。哦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射击命令。
哦呦，剩多少？有销量一些啊，其实说实在，给他们打就，给他们打就 OK 了。什么时候要攻进来呢？29只还没射完吗？The fuck！这场真的太久了。